谢谢，拜托哦，后日就要投票哦，吼，谢谢。画面上就是知名的主持人赵少康，这一次特别来基隆为谢国梁助选，走进仁爱市场向民众问好，反应互动都相当的温暖。很多民众都希望跟赵少康、谢国梁拍照留念，大喊动身。美肌美得很棒，超赞的哈、哦！谢谢，谢谢哦，大家谢谢哦，谢国梁哦，大家赵少康，大家拜托哦，哈、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哈、哦，大家谢谢谢国梁跟你很多，谢谢你哦，哈，你好，谢国梁、赵少康，跟大家。而这次的拜票，国民党也展现大团结的气势，包括副议长林佩祥、仁爱区张芳丽议员、庄荣清议员以及候选人曾纪言、纪文权团队通通出动，让现场的气氛更加的热烈。啊，赵少康也来拜托大家，拍手拍手哦，哈，谢谢大家哈，谢谢哦，大家。动身，谢国梁，动身，国梁国梁国梁，动身，国梁国梁，动身动身，谢国梁，谢谢哦，赵少康赵大哥哈，大哥大哥，来我来讲一下。来，赵少康赵大哥来跟大家问好，请大家支持谢，支持赵少康票投谢国梁哦，谢谢。哎，慢点吧，慢点吧。谢谢哦，谢谢，谢谢哦，来来来，谢谢哦。赵少康说，他出身基隆，对基隆有深刻的感情，所以特别来基隆为谢国梁助选。我想基隆是我最关心的地方，因为基隆是我的出生地嘛，哈。所以呢，我刚一路开车过来就想，哇，又回到出生地了，哈。那国梁他非常优秀嘛，我相信这次基隆市长非国梁莫属了，一定可以，我觉得他一定可以当选，那翻转基隆，替基隆带来新的生命、新的气象、新的希望，他的政见都很好嘛，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了，那特别在当然就要鼓励大家多投票了。好，我先跟赵少康大哥说，我这几年吃阿胶炒面啊，非常好吃哈，所以今天看起来就，而且他的炒一些猪肝啊，或者是海鲜啊，都非常棒，所以今天特别请这个赵少康赵大哥来基隆，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阿胶炒面。谢国梁表示，他希望这场选举是一个君子之争，减少不必要的纠纷，让选民有一个自由而理性的选择空间。我们理解到民进党现在在那一天晚上也有一个牵手的活动，那我们在路线上面会把它避开，不会让双方的人马在路线上有重叠，那我们尊重他现在既有的路线，我们会去做一些调整，所以我们的路线范围会缩小，那我想也不要造成交通上太大的阻碍，尤其不要跟对手阵营的路线有任何的重叠，我们都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维持这个选举的和谐，所以我最后再呼吁一次，希望最后这48个小时都能够平安顺利。记者黄日升基隆报道。